多练，你今天晚别走，你练一宿，明天肯定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那就没有过年回家不被家长薅出来表演的东北孩子。那今天呢，小新就带大家一起去学一段东北秧歌舞。那这个时候回家过年表演一段，氛围感马上就来了，走吧。咱们一上楼就能听到这个秧歌舞曲的声，应该老师在上课，我们去看一看。哎，你好。哎，你好，老师。大家好，我是吉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王小燕，可能大家对我也很熟悉啊。我在1997年的时候呢，在央视春晚的晚会上，扮演了一个小辣椒。那今天呢，也希望您能教我一些简单的秧歌的舞步啊，然后技巧，然后也让网友们一起学习。好啊好啊，正好我们跟这个我的三个人文学院的学生们在一起排秧歌手绢啊，借此机会呢，那我们就一起参加吧。好，好吧，好，好，来来来，欢迎你。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东北秧歌呢，是最基础的步伐，就是秧歌十字步是最基础的。比如说我们脚下呢，屈膝弯腿啊，先向二点迈一步，对，完了以后呢，再向八点迈一步，完了左脚侧步，对，右脚跟上落成正步，哎，我们再来一次啊，5、6、7、8，1、2、3、4，一会儿呢，我们就教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组合啊，还那么手绢呢，基本的手绢呢，大家看。这是一个八角筋啊，我们的手呢用大拇指和食指掐到我们这个圆心的中心点，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把手绢拿好，对，完了这里面有像反片花，再一个呢就是东北秧歌最基础的就是碗花，就是手心抬起啊，用中指带动，迅速的向里挽一个花，提腕压腕，完了拉下来，对，再来一次，1、2、打1提，对，这是单臂花，对，完了两手可以交替的走，看，1、2、3，身体，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网友们，实际上就拿起手绢来，你怎么开心扭都可以，你就怎么扭都行，它还是以情绪来带动你的秧歌。下面一段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啊，也是因为王老师的这个火辣的眼睛会说话，让很多观众啊认识了我啊，也觉得这个眼神也是非常的灵动。那么我们今天也教大家做一下这两个眼神，非常很简单啊。向右挑眼神看过去，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左看，这时候不要眨眼睛，直接就哒哒哒，看清楚吗？再来一次，哒哒。那么我们从原生态的秧歌里头呢，很多艺术专家把它提升过来以后，进入到课堂，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完了以后，成为一个教学当中的这种课堂的一个秧歌的一种传承啊，从原生态到课堂。那么从课堂我们还要进入到舞蹈的作品的创作，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尝试有很多的秧歌的作品，尤其是我们近些年来第13届中国民族民间舞荷花奖的舞蹈比赛，我们有一部作品叫《姥姥的田》，获得了中国舞蹈荷花奖最高奖项。那么近2023年，就是去年啊，也获得了这个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最高奖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冰凌花，经过几代几代人的传承，传承到今天。那么我们大秧歌，也就是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在生活当中最让他们开心的，也是这种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传承下来这样非常宝贵的艺术财富。大家也认识了我们东北秧歌的巨大的艺术魅力，所以大家都喜欢，希望你们继续的传承我们的东北秧歌啊，也希望你们继续扭起大秧歌。